国防部滨海战斗舰课题甚嚣尘上，首相拿督斯里伊斯曼沙比里指示反贪污委员会开档调查之后，网络媒体指出，首相署今天致函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解密法务审计报告。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旺朱乃迪透露，内阁原则上同意公布审计的结果，但目前还有待当局审核，避免泄露国家安全机密。Secara prinsip, Jemaah Menteri masih menekankan bahwa pendedahan itu akan bakal dibuat dan selepas sebab saya berpendirian, benda-benda yang sensitif soalan security sepatutnya memang tidak boleh didedahkan di mana-mana demokrasi pun. Dia bincang dulu, dia tengok benda yang sangat sensitif tu security matter mungkin diasolatkan benda-benda lain akan didedahkan.部长今天出席法律事务部的国庆日庆典后告诉媒体，根据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惯例，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问题，政府不会公布敏感的机密资料。部长也指出，首相今天在内阁会议上不排除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。旺朱乃迪也提到，反贪会还在整理相关的调查档案，过后再提呈给总检察署，以确定是否有需要提控其他的涉案人士。网络媒体透视大马报道，总检察署以案件已经进入审讯阶段，建议在长达160页的报告中删除莫时德造船厂董事会和股东姓名等资料。另一方面，国防部部长西山莫丁今天也表态，如果第一艘滨海战斗舰没办法如期完工，政府不会继续拨款到这个项目中。